拔掉吗？没关系。若彼不悔，一字成诗，真棒哈！那么我们这一档节目，雪梅书画完美人生呢，就是每一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准时为大家以直播的方式进行。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回重播啊，但是在直播间就可以跟你互动，那么这样就会比较精彩。同时你也是可以看到老师现场哈，也就是在你在看着直播的当而我们都在写好，现场写，那你会有希望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。嗨，尼东你好，尼东也进来了哈，尼东帮忙分享哈，帮忙分享。好的，书生，嗨，书生你好，书生欢迎进来，欢迎进来我们这一档节目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镜头给大家调稍微调高一点哈，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个画。哦，可以吗？看得到吗？哦，那镜头再放低一点点啊，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整体的字哈。OK， 好，非常棒。好，嗯，没事，可以的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姓名提示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分享哈。哎，各位的多的多，各位单十一哈，来，大家一起支持一下我们的文化运动啊，刘院嘉德。万代兴，红创财富，天地猜不到。雪梅老师呢，不只写的一手好字，同时也非常有很深的这个啊文化水平。那写出来的字呢，可以是每一个都是富有文化气息。这个是用刘宏杰的名来题诗，他的名字和每一个字都很有意思的，然后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给他分析，是的啊，然后能够拼成一首诗，这首诗里面充满了正能量与祝福，也是对他名字最好的一个解释。等下我写完了，我会慢慢一个一个跟大家讲，希望你们大家多多分享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那么我们看我们的镜头呢，应该要来一点点了哈，要转一点点，看这里多一点，看到我一般哈，我这样好看，这样上镜要拍我多一点吗？可以吗？刚好是是的哈，真棒，感谢你。那要有这样的文化造诣呢，我看
应该要学很久吧。嗯，书法要从小就要学，然后很多唐诗宋词都要背得很熟。哦，这样才会有一点墨水，然后也要喝多一点墨水，是不是？感谢 Jenny Tan 哈，感谢 Jenny Tan 支持我们雪梅书画完美人生这一档节目。那现在提的字呢，也是来自 Miss Jenny Tan 的哈 ，Jenny Tan， 对我们的粉丝。好，真好。刘院家得万代兴，红创财富天地。明明啊，嗯，对，节制仁义誉四海，帅气朝阳福满庭。辛丑阳月，阳月是十月，嗯，阳月代表十月啊。这个是祝福刘宏杰的一首诗。嗯，每一个字代表一个意思啊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先，看完了才盖章。看完我来盖章哈。是，嗯，先解释先，不是一直在这边写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写什么。是的。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名字里面有原来有这么多的意思。嗯，就是父母给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就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。嗯，我解释哈，刘宏杰的名字咯。嗯，刘院家得万代兴，就说他的祖先是德高望重啊，希望他的家庭和睦，家和万事兴，红创财富天地明啊，就说刘宏杰他这个人能够发奋努力，他的财源四面八方会得到上天的保佑，节制仁义义四海，嗯，就说刘宏杰这个人很有智慧，为人有情有义，他会很有名望。帅气朝阳富满庭，嗯，上面就是刘宏杰帅了哦，就说他年轻有为啊，他的福报会很好啊，然后会子孙满堂，家庭事业幸福美满。谢谢大家，恭喜恭喜，真棒真棒，谢谢。哇，原来还有这样深奥的含义。喜欢的就大家多多分享，哎，老师的文学支持好吗？老师的文学造诣真高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我们让我来。这个印尼女帮这刘宏杰来做一个盖章。谢谢我们的 Annie 来做最好的助手来帮忙盖章。好，是，嗯，对，这个向外，对对对，很熟了，所以要学啊，年轻人什么都要学。是是，那如果你有兴趣要在我们这档节目来做一下书童啊，你体验一下现场作画的这个感觉呢，那如果你还可以说上几句好话，那欢迎你 PM 我们来上我们的节目。那你可以跟我们下面有一个链接，有没有？但看到有一个 Women TV 已经拼了那个有一个链接，大家可以点那个跟我们联系哈，那我会安排你来上我们的节目哈。那如果你没有古装，你穿现代也是可以的哈。嗯，好，雪梅老师，我们要下在哪里？就这里吗？是 是, 是，谢谢。嗯，方方正正盖章，就像我们做人要方方正正，要很稳，是，很美，谢谢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已经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来下一个。嗯，这个是墨宝。嗯，最墨，最墨是代表墨宝的意思。嗯，独一无二，好像我们每个名字都是属于我们自己，独一无二。啊，包括我们的人生，每个就是不管你好与不好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对。我们是特别的。好，来，我们下来，这个纸拿下来的，盖在这个位置。嗯，每个印章都很有讲究的。嗯嗯，盖的位置它就好像一幅画这样，有高有低啊，就像好像一幅画远远看起来就很完美一种感觉呀。嗯，谢谢。印得还好吗？很好很好，好，谢谢。我学到了哈，有学到，有进步吗？有有有进步很多，谢谢老师的夸奖哈。嗯，我们来继续。嗯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盖了章。好，来，盖了章过后是什么样子，来大家看一下哈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嗯，一幅画一定要有一个起手章。
一个盖章，它就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，然后就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了，啊，然后镶起来就这样好看哦。镶起来就整个了，整个就是这样子哦。嗯，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就多多支持我们，多多分享。是的，是的，好。